老板要把公司的钱拿到自己的口袋，可是个税要怎么交才既合规又划算呢？我们肯定要充分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，才能达到既合规又节税的目的。常见的做法呢，一般有三种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拿工资拿奖金。现在呢，年终奖是可以单独计税的。先看所得税率表。